抽身了他。哦呦！呦，吓我一跳。都不说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们是要等铃吗？还是干嘛？不知道啊。等刘洋想折着呢。你别走。我没明白这什么。谁倒瓜子儿？这声都听见。拙劣，还都摸一把。假装这回开始使计策了，你别打我的。我没明白这个是什么招数，这个是。谁在咳？苏天硕唇在操，操来。苏天硕声音刚才都在我脑袋顶上了。好好好好，来，待会儿看看咱看看谁。宋天硕，好，宋天硕。我说实话，宋天硕演的一般。天硕最可爱的是，磕完之后还在那边装呢，说那个一会儿咱就看看，来谁？待会儿看看咱看看谁？我扎着嘴。投票吧，来，三二一。老师现在都没咽下去。哎，宋天硕最不能吃这个了。哦、我最不能吃苦。酸哦，是吗？但是酸的话，一口就有这么酸，这么酸吗？快快快，吃个柠檬，吃个柠檬，压一压，压一压，吃个柠檬压一压。来吧，我们要戴耳机了是吧？那就毫无压力了。我来说话，你们有人说话吗？我看能听见吗？我听见你说话了，宋天硕，还能听见一点，微隔音。志良，吃甘蔗的时候小心一点。我感觉有甘蔗动了，感觉到甘蔗动了。哎呀，甘蔗打我头了。太明显了。哎呦，苏振硕牙口真好。完全听得见啊。我这服了。来，大家现在都说话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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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假装不知道是他好吧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 check one two， check one two。 再转回来，再转回来，该理着聊你了。你换个地方嚼啊。哎呀，太拙劣了。但我想看他怎么吃这甘蔗，我也想看。往我身上怼啥呀？这哎呀，不要掉我身上了。小二都在，扫一扫啊，一点不扯呀，这吐的吃甘蔗的啥呀？这我能猜是王建华吃的吗？这都是，这东西不是。李世良，李世良，我已经盘出来了，从这个上来，这个一定是王建华，我跟你说。又没人说话了，得有人动吧，背诗吧。哎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动啊？就是蒙着眼睛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动啊？可以，但没有必要。我们对啊，为啥要走动啊？啊，有道理。大家可不可以一直说话，这样就能知道谁动谁没动了？只能得都得同时在说话呀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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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话呀。
为什么都不说话呀？都吃呢，都偷吃啊！啊！谁说你为什么在咽口水？李先生，你一直不说话。一二三，李先生背首诗。李先生背诗。我投李志良，绝对是王建华。我听他扒蒜了，我说实话，这我扒蒜，我连动都没动，还摸我腿。盲点一郎，王建华真的起来不是王建华，我都直接干了那杯。来，哎，不是蒜，哦、这个有点儿。吃的那个，那这个点儿哪的事儿啊？不是，不是，吃那有点儿。不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往往就是那个，啊、不是，等一会儿，你得给人解释的空间吧？你说，这个你叫往往句。硬解释啊，硬解释、哎、肯定是王建华。你看放屁的人往往会说谁放屁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故意点这个就肯定是他。哎，擦嘴了，这个跟他俩脚底下往我这扔的，我肯定没动，我那么远我都没动，就是肯定是你吧。这个点儿现在很明显是这样的，他从这儿晕，不是吧？是怎么从这儿晕？他不应该是这样的吗？来吧，投，来，三二一，纯栽赃啊！我是仔细听，啊，是你啊。宋天硕呀，哇塞，哇，我没想到孙天硕，我以为你俩中一个，没有天赋，全是经验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动啊？就是蒙着眼睛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动啊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李江背诗，这个有点儿。来一口，我为啥来一口？我好奇心也没有那么重，一点点。大郎吃药，这比柠檬还快。你来一个，来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医学的奇迹，就是能够让味觉失灵的人。哪有那么酸呢？你看，多来一点。你来，你喂。这是中药味儿啊，这是。我都塞了。别，拌啥啊？这是啥呀？他吐血了，感觉，你看他的嘴。感觉武大郎临走那天就这样。哇，这太酸了，这个。你尝一尝。自是同堂同甘共苦。周深呵呵。这儿有地儿，老哥，趴一会儿。干杯。我现在想吃点甜的。我们想说，我们一定会认真努力搞笑的，我们不会再不好笑了。不好笑的后果原来这么严重了。